市面上越嚟越多呢类型嘅数码即影即有相机 ，Canon 咧都推出咗两个新嘅型号。咁到底呢类型嘅相机可唔可以满足到大家要求呢？新外和新内试过机之后咧，我个人咧就比较中意粉红色呢部相机出嚟嘅效果，因为始终咧佢啲相出嚟咧其实好似未咗机咁样啦，咁就女仔咧就一定会中意多啲，因为个色咧就会 soft 啲啦。咁但系蓝色呢部咧，其实佢就会有种 monotone 嘅感觉。如果话真系比较中意复古嘅话，咁可能你就可以考虑蓝色呢部啦。咁但系始终两部机咧只系好似一个 print 相嘅效果啦，咁就冇咗。即影即有相机佢原本嗰个宝丽来嘅效果，咁如果话你真系中意嗰类型嘅相机嘅话，咁可能你就要再考虑啦。